来了来了，敲什么敲？半夜三更的，门都敲碎了。大夫，我兄弟受伤了，麻烦您跟我去一趟。天太晚了，不出诊。我兄弟伤势严重，你跟我去一趟吧。不是我不愿意去，这皇军有规定，半夜宵禁不许出诊。哎，你兄弟什么病？ 我跟您说，我兄弟是红裳。啊！这个皇军有规定，私人不让治。哎，你走。帮帮忙，算我求你的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等一下，他人在哪？ 劫富济贫的江湖好汉，什么江湖好汉？你们是武工队呀，还是游击队呀？什么队的跟你没关系。
总之这些事儿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长官，我有个兄弟也在咱们队伍上，57师的。57师的？605团，大号叫李天柱。是柱子兄弟。柱子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亲兄弟啊。他是我战友。长官，他现在人好吗？哦，他挺好的。那您帮我给他带个话，就说家里都好，让他安心，在咱们队伍上。当务之急，我得赶紧离开这儿。但是，我兄弟，麻烦你照顾一下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这位兄弟。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啊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个，是我身上所有的积蓄。哦，这不用。不，你拿着。我走以后，我希望一日三餐，你别少了他的。你放心好了。小偷，给我！小子，手够快的呀你！谁是小偷啊？你的钱掉地上了，我帮你捡起来。是我掉的，还是他帮你偷的呀？当然是你掉的了呀！我偷你东西干嘛呀？你没看见你的钱掉了呀？就是你偷的。谁偷你东西了？嘴硬是不是？我他妈抽你！我，你个臭贼你！说谁臭贼呢？就是。喂，太君。干什么呢？这小子，换别跑！太君，这小子良心的大大的坏了，他偷我钱，放手！你是小偷？他的钱掉地上了，我就帮他捡起来。谁偷你东西了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不干什么。不干什么？你虎口山的老茧和手指上这茧子。是打枪打出来的吧？我是种地的。种地的？你是当兵的。都站住！
现在安全了，你没事吧？那些日本人为什么追你啊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修工事的，我偷偷跑出来，他们就追我。哦，你在这待一会儿，自己要当心点儿。我先走了。姑娘，大大的漂亮，哦，你不能走，哦，不能走，陪我喝酒，你放开，哦，今天好好的陪陪我，请你让开，不行，妈，妈，哎呀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爸那儿等着你呢，哦，是吗？妈，姐，不是，我要叫你姐的话，这臭流氓他走不了。那谢谢了，算你机灵。哎，哟，换上了，这身衣服还不太习惯。没想到我先生的衣裳穿在你身上还挺合适的。再熟悉不。
放好了。炸药在黑字盒里。它的爆炸威力够吗？没问题。列车上有很多鬼子运的军火。这是雷管，起爆时间我定在30分钟，加上停车寒暄的时间，应该正好。如果需要改时间的话，我们再商量。嗯，你还有一支备用雷管。我怕有什么意外。这是即时起爆的，压力超过10公斤就可以起爆。答应我，如果用上它，我们必须在一起。见到舒白准备的备用雷管，纽兰立刻知道了舒白的用意。如果一旦发生意外，他们将随着这根雷管的引爆，把鲜活的生命献给他们的信仰和事业。这对十几年前就被报纸称为革命鸳鸯的书生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这一刻的拥吻，也许将变成永远。请问今天到广州的票有吗？没有。那个，我要2张明天去易水的车票。易水、没有。那后天呢？后天也没有。啊？那有哪天呢？这就说不太准了。您没看到这边的牌子吗？車は着いたのか。もう着いてます。そうか。5分以内に全ての荷物を積み込め、10分後定時に出発する。こちら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周さんはもう来たのか。もうすぐで着くと思います。そうか。後のことは頼む。はい。後のことは頼む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请问一下，去易水的火车是往那边走吗？走了。啊？刚开走。你看，刚开出去。小伙子，快走吧，别在这儿晃荡了。最近日本人检查得很严，他们要看见你在铁路上溜达，会把你当破坏分子抓起来的。
就是，还提这些做什么？不过这一层，我恐怕要送你了。为什么？上方有令，原来定送青岛的军火都要在杨玉清卸车，将铁路沿线的零散部队都要重新装备，成为一个战斗旅。这些都由我来统一指挥，届时双方会有新的任务交给我。这一去，恐怕你我很难见面了。这战事就真的吃紧到连文职官员都要上前线打仗吗？再说，以小京军的资历，怎么可能屈就去做一个旅长呢？战事节节败退，现在只要有能用的人，就上前线去。双方怪罪我在北平处理的事情不利，军部也有人说，不应该花这么大的力量养一帮。中国话怎么说？吃闲饭的在后面闲逛，还不如让他们去前线打仗。報告します。列車への積み込み完了しました。検査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し、わかった。徐さん、稍後。一会儿车上见。好。怎么办？敌人突然改变了部署，我们还要按原计划执行吗？必须得炸了这车军火，要不然不知道会有多少中国人死。现在我不上车，小金一定会怀疑的，到时候会更危险，只怕连任务也完不成了。報告します。後方の車両も検査完了。異常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そうか、みんな集めろ、すぐに出発だ。はい。大佐殿、敵道付近で怪しシナチンを一人捕まえました。どうしますか？駅前の広場で銃殺検知しろ。はい。再说，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我们要在一起。活在一起，死也要在一起。多长时间？三分钟。我们可以出发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他咋打的？放开！放开！我错过了我的火车。怎么了？你们把我放了？我拿起石头。
这一声呼喊，所有人都没有料到，一切都似乎凝固住了。谁让你到这儿？我给你说多少回了，不让你到城里来找我，是你妈让你来的吗？啊，我们营又不是不给你点钱。徐三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哥，这是我跟我乡下前妻的儿子，找我要债的。对吧，就是他主要多喜欢卡。那你让他上车吗？让他回家。喂，我走好那些。赶紧回家，跟你妈说，好好在乡下过日子。跟你说过，欠你的，但愿我能还你。快滚！凭什么跟你走？我叫钮刚，京城钮家与御水徐门是世交，你没听说过我？没听说过。你劝为非作歹的狗汉奸，你个傻孩子，你刚才那声陆书白差点要了你爹的命，他是要去炸日本人的火车。大佐殿。嗯。発車の手はずが全て整いました。発車しますか。分かった。困るぞ。はい。徐先生，不要耽误时间，我们下一盘。哎，我也正有此意。来来来。分别之际，让你再领教一下我的奇迹。好。小监军，你来选子吧。按老规矩，我只白。这离别以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和你下棋。嗯。小将军，这才是第二次就要常考啊。你叫陆书白。小金用刚才徐天喊出的这个名字称呼自己。书白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。是。为什么？这话说起来话长了，小将军，我们一边下，我一边跟你说。好，你等一会儿。喂，
真是天生的好演员。陆书白，纽郎小姐，真没想到你们在满洲国那么的出名。我倒是很想听听，像你们这样声色不错的年轻人，怎么成为共匪特务的故事。